这世上所有关系都是相互的，你给我一颗糖，我会给你小蛋糕，你拉我看星星，我就会带你晒太阳，反过来也一样。你觉得几天不见没关系，那我觉得几个月不见也没关系。你没有以我优先，那我也不会再把你放在第一位。人和人都是互为镜子，你待我如何，我便待你如何。所以如果有一天我们疏远了，请不要说我变了，那是因为你淡了。小红书。